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由我们精英抢劫团队为大家带来全服银行精英挑战。全服精英达成的条件是，要在5分20秒内完成，然后骷髅马受损不超过6%，无人死亡，就是不能快速重新开始。然后如果要达成这些条件，当然不死嘛。然后破解不能失误，钻洞也不能失误。然后这个钻洞是争时间的关键。骑车的时候不要跌倒，然后开车不要撞到打转。这应该就是多加练习就会过了。Bumps up my arms and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and a light film of sweat on my upper lip. You know where you left the car. At least I hope you do. You weren't drunk on painkillers, were you? No, that was me.应该在银行那边了吧？到了。到。有快，才4:30而已。我比较有困难的就是钻洞还没有抓到感觉，钻洞就慢慢推，因为我是习惯那个加速推到底，然后加速那个推的那一个，我就慢慢推慢慢推。I'll do what you say. I get it.Stay on the crowd. Tell me what to do. Keep them under control while your partner's in the back. And don't kill any witnesses, okay? No bodies, not now. Whatever you want. No. Okay. 好了。你这快哦。好快哦。Stay in control. If they think you're weak, they might try something.这边就靠你了，我们只能干着急耶。
他这边有一台警车，太阴险了。那都是设计好的。 不是每一次都有啊，每次都有啊。没有，它应该是有部分设计好，有部分随机的，所以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哦，哦，现在这边就没有哎。哇，现在好多时间哦，拜托，神机不要雷我们。 成功啊！快啊！直升机！有吗？有过吗？5分10秒的时候跳绿色。哇！拜托，不要车子损坏好不好？真的，你不会觉得车子损坏就哭了？你不会觉得淘汰底越来越鸡巴吗？ 还越来越慢了。<笑>所以5分10秒过了。应该会过吧，都已经才多了10秒了。希望有过了。 过那么快，对啊，过吧过吧，过了，哇，零七也比我自己还快，哦，蛮快，耶，过了，有多少钱呢？有12万，还是多5万忘记了。 应该是多5万吧，原本7万。那我们这次的精英挑战就到这边，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青鸟熊频道，追踪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